天不讲故事，哪有那么多故障的故事跟你们？而且那个也不是故障的故事，那个是，那个是李碧华的。洗手了，可以洗手。王子跟公主结婚了，结婚当晚他们要洞房，因为王子跟公主他们都不懂这些，然后按照王室的礼仪，对，当时又来了很多王公贵族，在床旁边站成一圈，然后围观，并且现场指导。好，听说以前的那个欧洲是这样的。晚上结婚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站在边上，然后叫就帮他们鼓劲儿，然后教他们怎么做。生孩子的时候也是，然后生孩子的时候也是
你们真要细说的话，展开应该是这个剧情。怎么越来越像的？那你眼神不太好。谢谢。谢谢苹果的邀请。我觉得因为以前的人吧比较腼腆，他们不太会言传身教，然后不是言传身。平时缺乏这方面的教育，真到那一天又担心他们搞不出什么动静，所以就要这样。你看，比如说，如果古时候有多几个像我们直播间这样的话，这样的直播间的话，这到那一天什么都懂了，根本就不需要有人在边上。来了，谢谢。
现在呢？现在是你刷新出来的，还是现在就好了？刚才刷新有吗？那就是没有。
看运气的。但是刚刚他们都说是直接进我直播间的，没法从你短视频怎么刷到这儿来了？不会有人在 B 站刷短视频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哦，是我啊，那没事。半个小时，别来早了。
师最后也别管。专程在哪儿啊？
些鱼，你的小蛋糕。为什么还不想跑啊？我的脸都被我亲红了。乖，胖丁就是，你只要狂亲他，胖丁就会跑，然后他就不会再来烦你。他好像不是，我感觉他还挺享受的，是吧？没什么用。
候你已经狂听的三四个小时，起码三个小时之内他不会再来烦你。买了之后他会发给我们一人一副墨镜，就是他
在你们插队的时候会给你们一人发一副墨镜，就服务升级了，神他妈的服务升级了，这个真的很丢脸。
还有是什么工作的？谢谢目光深处的追随者。
现在没卡吗？哦，因为我讲的不是那一类的话，所以我语速是正常的。只有那一类才会慢慢说，比如放轻松，深呼吸一下。对，只有这一类话需要这样讲。你正常的跟人说话，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，然后你用这个语气能把人急死，别人听一会儿会觉得这个主播可能是个傻逼，懂我意思吧？正常人聊天谁那样说话？
到的高能榜上的人还要多很多。因为你进直播间，你必须要点赞或者说过话或者送过礼物才会上高能榜，还有很多这部分人是肯定在高能榜上的，如果你出去了，高能榜上就没有你。然后但是有很多人进直播间是不说话不点赞不互动的，他就进直播间就直接看，这个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。很多人是这个，这一类人是没在高能榜上的。所以一个直播间大概有多少人，最少就按照高能榜算就行了。一般高能榜再乘个几倍，差不多就是你直播间实际的人数。我现在哪个视频能超过这个数字啊？视频比直播间人多，想多了。像我有几个舰长是把我当 BGM
一类主播有几个我经常会点到他直播间，我只要看到他直播，我正好会进去看看，看看他这会儿那个，可能他看也看不久，你知道。然后有那么几个我名字也叫得出，然后我没有关注，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很认可这种直播，但是呢我又有时候挺想进去看看乐子的，想看看就今天到什么尺度了，像这种就很多人看，但是呢很多人没有关注我是理解的，而且我经常看到就是一晚人家直播两三个小时，什么十几万人看过，但是高能榜上就100多个人在。问题是我的直播间又不是那种你进来能待得下来的，说明你就是能看，不能看的进来一分钟就说这逼怎么话那么多就已经出去了，哪有，我直播间应该没有那种吧，要看要看但是不给关注的，谁呀，我看起来傻吗？我会跟你们说谁。原来我直播间也有这种啊，这种情况只有一种，就是你不是发型显得脸型变了，就你不是很认可他，但是呢你会想进去看看乐子。
什么造型啊？啊，又来了！我好不容易习惯了这刘海了。你看我在不在店里？我在的话，肯定可以。就是比如说有个人告，就是突然之间你身边有人要告你心态，然后呢，但男生啊，女生应该是不会那个，就是男生被告心态了，你比较烦别人说你时间短，就是秒。哎，我的脸呢？你比较烦别人说你秒，还是说你小？一定要选一个，我知道大家既不小又不秒，但是一定要选一个，哪一个更能，因为每个人被骂的时候点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你骂我笨逼，我是不太会生气的，对，但你骂我胖逼，我是肯定会生气的，对，因为你骂在点子上了。就、啊、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两个会哪个会戳在你们点子上，就是哪一个会让你们听到更反正。
让你选，只有这两个选择，你也不能打死他，对吧？只有这两个选择，他要么跟别人说你秒，要么跟别人说你小，你选择让他说哪个？咱别聊这话题，我好奇啊。谢谢诗云之南。
在梦中呢喃死变态，也许是木头死变态，是壁观众死变态，费洛蒙症死变态，每天吃八顿死变态，卡比坦死变态。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啊，就是比如说男生跟女生都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当你在性方面去诋毁前任的时候，你知道就其实你把自己的档次也拉低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啊，如果一个女生说她很糟糕，她又小又怎么样，那你还不是跟她那个吗？你懂我意思吧？男生也是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你如果去诋毁她性方面的问题的话，你把她诋毁到哪个档次，你也在那个档次里，因为你们毕竟对吧？谢谢莫姐，谢谢姜伟良，谢谢紫菜写成白菜，哦不是，谢谢干什么？死变态小周同学，死变态 Top 莫小康，死变态 Scarlet V， 死变态，谢谢小鸡血的舰长小鸡，死变态茉莉红茶，死变态也只奶冻，死变态，谢谢南哥一只草莓面包，死变态，我又能有什么坏心思，死变态，我是新手了，死变态，李三岁，死变态，花生的米，死变态，柚子拌蒜，死变态，小羊满小院子，死变态，一只草哦，小东西真刺激，死变态，天明用，死变态 ，birthing， 死变态，四二九七，死变态，莫夫熊猫喵，死变态，惊喜，死变态，朦胧花心人不知，死变态。小姐，你刚刚许了舰长，谢谢你许的舰长。还有雪地里的鱼，死变态，请叫我南哥，死变态。死变态，谢谢我了个去，这都有，谢谢你的舰长，死变态，所以爱不见了，死变态，心碎山，死变态，爱瓜才会赢，谢谢爱瓜才会赢的舰长，死变态，不好办就两半，死变态，这是二儿，死变态，来自北方的九儿，死变态，还有那么大一个窟窿，死变态，自在西城白菜，死变态，元气雷暴，死变态。教练，死变态，过来看一眼啊！对，去吧。巴啦啦小魔仙，仙人跳，死变态，彻底彻戏，死变态，月见猪八，死变态，榴莲骂过，青春女教师，死变态，小黄瓜，死变态，国旗风铃，死变态，半勺姜汤三分苦，死变态，山之而行。Yeah.
斤，得200斤。喝口水，我接到后面看一下，这个要重新卸了。每天每过12点都会掉。说
独生子女太多了，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负责，有人负责做饭，有人负责什么，没有轮到需要他们自己去做饭，他没有这个环境。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，他自己要做一顿饭，发现哎，我不会。不是说所有人都不会，但是相比我们父母那一代会的概率，我们父母那一代十个里面可能七八个九个都会，我们这个比例不一样。然后我就想到是这样的，但凡我当时直播的时候大家告诉我，你小黄瓜你什么都不会，你必须得把这几个声音给也做顶了，你别搁这儿混聊天只生气，这些都是虚的，我只对真的能让我听了心潮澎湃浑身绑硬的主播买单买账。但凡有这个环境，我现在有可能是边界的顶流了，我现在有可能在擦边界混得很好。然后你们，所以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怪我，都可以说哎，这些攒金的节目你咋一个都不会，你们不能说，路人可以说，谁都可以说，我的观众不能说。12:30，我认识。结果呢，我发明了车人。我本来是以为车铃会听起来像那种扑哧扑哧，你知道吗？就把画面关起来，我本来以为这是个色的发问的声音。后来发现这做出来并没有那么色的发问，我本来想拿它当个色的发问的触发应用的。新青蛙的那个，这个版本不对啊，等一下，算了，没有那个 BGM， 这什么拉耳朵东西，我之前是配着旅行青蛙的 BGM 做的。
用嘴做水滴音啵的一下试试。其实这个比较像水滴音，就是用舌头舌尖顶着上颚，然后轻轻的碰一下。这个我把画面遮住，这个更像水滴的声音。神经病啊，好像不胖不对。没道理。水滴音。哦，这个对吧？
有些声音，我能做就做，做不了我就直接不试了，就选项里面就没有这一项。
件人其实比你们想象的，比我自己原来想象的要多很多。然后，这是因为人还挺多的，所以我的运营换了好几人，到现在就没人管我了。因为他们之前尝试着抢救我的直播间好几次，他们会觉得那么多人在这个直播间，总得开发点什么出来，应该能搞出点花样。但是没想到，我小黄瓜除了把人留下，其他的都不太行。然后他们换了，我就一般 B 站经常换运营嘛，跟我差不多直播时间的换了三五个，我大概换了十三四个，就都搞不定，所以他们现在把我放弃了。让我在这里独自热闹，反正也不来找我。没关系，这样挺好的。好了，我准备下道具，你们可以安心睡觉了，给我一分钟。
是不是有病？干嘛？
等了半天，半夜伴奏音乐，
叫优美草。